球点真的是不好掌握，就是他准的时候你就没会很难打。哦，但是这一棒小胖是不是咬到了？看着球已经了，不追了，千里之外的阳春炮，小胖林红玉，哇，真的是专打米兰达的克星，没错，是小胖吗？今天呢，单场的第二支安打，然后是一支全垒打。还很大只哎，因为这个是仰角高的关系啊，平一点的话会飞更远。对，看起来是小胖没错了，应该是打成这个样子，大家都打不到，这样他一挥就挥到了，不要把他叫醒。哎呦，上次你播的时候就已经叫他不要叫醒他了，让他继续睡就是了。对啊，如果是敌对的，当然是希望他继续睡啊。如果他要睡，干嘛要吵醒他呢？像对战是九支。五的一个打。Hello， 各位粉丝朋友，看完影片后记得点击旁边的图案订阅频道。订阅完后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个麦卡贝的精彩影片哦。